小朋友比赛活动，国一或国小儿童体育上运动会。自己制作啊。黑子壳啊，去做那个配器啊，那这个来控制紧度啊，这个可以转，那个是小雨衣的线，小雨衣帽子那边的控制绳，那个绳子不要丢掉，来做乐器的线，这个带的是薄片啊。木材的薄片，把它挺高。哦，你超大只的。对啦，你看葡萄干的盒子啊，装葡萄干的盒子啊，做音箱啊，钻孔声音比较舒服的。便当啊，台当便当的那个竹片啊，便当盒的那个竹片啊，是系在那个薄片里面，吉他的弦，真的吉他的弦比较好听。这个笔啊，这个改教育部的红笔的，教育部的红笔。这个喷喉咙药，喷喉咙药，那个塑胶的容器。这个水管，这个是保鲜膜啊，保鲜膜呢，里面保鲜膜用完剩下那个纸。纸筒啊，吉他坏掉了，那个弦没可以用了。怎么顶高啊？那个窗子那个夹条那个，拿一点点。可以转紧点，哦，可以转呢，转紧点。
个切开的时候，夹住那个血。